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要有梦想，只要心中有信仰。我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有大理想，微笑的光也能想。都是朋友跟家人，对吧？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总是会在路上遇到一些人。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唱音乐剧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：“你记得我吗？我是谁谁谁。”然后我就谁谁谁。然后小妹就在后头问我说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好像不知道他是谁。”但他抱我抱得很紧。后来我认真回去看，哇，那好像是我远亲的阿姨宝莲姐的女儿。我后来很久才想到，但他已经回家了，我也碰不到。但是现场的人，我看很多人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。再一次谢谢你们来这里为我加油，谢谢。你说下你送我的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